今天我们要读的故事叫做《小波在哪里》。你看，他在找小波。小波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小波在哪里？哦 ，OK。淘气的小波，晚餐时间到了，他到哪里去了呢？哦，看妈妈把饭吃完了，小波还没有，我们去找找看，小波在哪里？他在门后面吗？咕咕咕，把门打开来。没有。哦，一只大熊说没有，小波不在这里。没有。把门关起来，嘿嘿。他在钟里面吗？咕咕咕。咦？没有，没有，哦，没有。好，小心，轻轻的。他在钢琴里面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哎，小波在哪里呢？他在楼梯底下吗？咕咕咕。啊，没有。哎，他在哪里呢？他在衣柜里面吗？咕咕咕。咦咦，哦哦啊啊，没有。小波在哪里，露娜？我们去找找看。他在床底下吗？诶，在床底下吗？没有。小波在哪里？哦，好。他在盒子里面吗？咕咕咕。没有。没有。没有。三只企鹅，没有。哦，小波在那里，他在地毯底下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哎，不对，去看看篮子里面。去看看篮子里面，我们来翻页。咻，小波在这里吗？哎，小波，小波在篮子里。乖，小波，来把你的晚餐吃光光哦！你看，妈妈告诉小波吃晚餐了，嗯，把晚餐吃干净，对不对？哦，故事结束了，喜欢吗？拍拍手，喜欢吗？是。嘿，小波在哪里？